天心真的是没救了，你居然跑回去当一个流氓头，真的让我太失望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走开！我要去看病人的状况。阿良在旁边睡得很好，他没事。紧急铃是我按的。你耍人啊！我没说让你走。干嘛？你是要打给宝轩，还是打给你哥救你？我只是想问你一句话，你就不能安安静静的听我说吗？好，就一句话，你问。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这很重要吗？就算我之前怎么奋不顾身的背着我爸踏进你的世界，那又如何？你还不是把这一切都否定掉了？我爱不爱你？你根本就没有放在心里。我改变主意了，既然我戒不掉你，又必须扛下一清的老大，那我要你跟我一起，我会放开你。不可能当一个黑道大哥的女人。你的手肿那么烫。你发烧了，你快点去看医生。你说你不要当我的女人，那你为什么这么在乎我的死活？好是心非的女人。